主播你抽卡真的好好看哦，该订阅了吧，该订阅了吧，订阅一个月只要77块，看主播抽卡这么开心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懒猫。OK， 我们今天呢是这个11月24号，那11月24号呢，尼基呢这个有新的这个改版，基本上就是开新角色、新活动、新的主线剧情。今天的主要目标呢，还是我们要来抽这个拉普拉斯啊，今天的一个新角色拉普拉斯，也是我们在剧情里面所看到的英雄。我们在抽之前呢，也稍微看一下他的这个能力。好，首先呢，它是榴弹，榴弹在这个主线关卡，尤其是打一些小兵那种超级小杂鱼的这种情况下面呢，它是蓝强的，因为它全枪，它可以全蓄力打250%，理论上在怪物无限出的情况下，并且量很多的情况下呢，它的平 A 榴弹枪呢是比起所有的枪种来说是最厉害的。那如果你要看它战力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于无氪或小氪玩家来说，它算是一个比较好去投资资源，并且在各个场所都能够使用的。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大氪一样，今天要打这一关就带闪弹，今天要打这一关带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还可以换来换去。其实这件事情在一般的无氪或小氪的玩家里面根本办不到，因为要在普池里面收到那些角色太难了。拉普拉斯算是一个，我觉得算是蛮中庸，并且泛用性蛮高的。那它的优点就是，它的对单理论值、对单跟对群都很强。它的最大缺点呢，就是我都来玩尼基了，我这是要看个什么小啊？这是它最大缺点。如果你是有额外抽数想要抽的啊，比较中氪或大氪的玩家的话呢，抽它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那如果你是无氪或是小氪的玩家，我建议再等等，毕竟这个卡池会开一段时间，搞不好12月的时候就会修掉很多东西，修掉很多 bug， 搞不好角色的榜单又会再有变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抽拉普拉斯。那因为之前我们就有抽7只的关系，所以就跟各位我们之前讲的一样，这个黄金积分商店是可以直接去做兑换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换出7只，所以我基本上只要抽4只就够了。我还是稍微抽一抽，抽看看能不能够抽到个200抽左右，然后看中间会不会出红莲，反正多的抽呢，我可以拿去换其他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拉普拉斯，走，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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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米西利斯或是 P 开头的朝圣者。几只？一只尾盘第9只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来 ，N 开头或 P 开头，来，米西利斯，是吗？喜ぶがいい。これから最高のヒーローが君だ。哇，第10只，我算错。20抽出，各位宝贝，再来，转吗？没转，没事。我们现在20抽出一只，稳到不行。1、2、3，拉！完蛋，50抽一只而已。主播到站了，冷静。看好这一波，你就会再按一次到站。哎，这样有没有把你的到站收回来了？这样应该来一个正战了吧？对不对？这样应该就来一个正战了。4%的 SSR 率，50抽应该来2只，我才来1只，对不对？你们那边看免费还给我倒站，什么意思？理论上应该要第3只了，我跟你讲，理论在我的抽卡里面都是没有用的，只有真正的英雄来，泰特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泰特拉？
干，六千盘了。来，给我两只，一只，来鸡朝正者，给我红莲。だったらこの注射打ってみない？谁？麦斯威尔，干，工地帮的，两百抽应该也要来一个朝圣者啊 ！Come on， 转，干的没转，哦，吐了，应该都要出六只了，我才出三只，我直接少一半嘞，几率在我身上真的是不能通用哎，转，干，哦，真的不行哎，干。主播你抽卡真的好好看哦，该订阅了吧，该订阅了吧，订阅一个月只要77块，看主播抽卡这么开心。我的英雄拉普拉斯，米西利斯不要再歪了，拜托。 Nice， 两只了，两只了，最后三只抽有办法出两只吗？转彩，干！最后20抽有办法出两只吗？上！转彩，拜托转！干！我要发疯了！转！转金，转金，转彩，一样的。干！200抽两只，我的天哪！我200抽直接把人家4%抽成2%哎！干！再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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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抽！转金，转金，拜托，转金了，这就是转金，两只。泰特拉又是什么啦？泰特拉走开啦！ソルジャーを量産型だけど。N 开头或 P 开头，其他都不要。生と死が共存する矛盾の。为什么啊？怎么会歪成白痴啊？我抽个友情抽，连友情抽都盘，吐了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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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几位啊？米西利斯 ，nice， 不歪了。干，我想一下还要不要抽，我想一下，现在抽到三只而已，240抽抽到三只，还要不要抽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能换八只啊，能直接换八只，多抽就是单纯为下一只铺路了。主播你的红莲还没来，干要抽红莲，可能左旺角这个68不够哎，可能要68万哎、欸，干我200抽理论上应该也要出一只朝圣者吧，不是0.5%吗？还是这个就是赌博心态？你觉得他快出了，你继续抽，他还是不出，这就是赌博心态。再给10抽，极限了。再给10抽，有抽到整200。谁？泰特拉 ？OK。OK。OK。不抽了。妹妹讲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卡哇伊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不睡了，明天再努力。啊？那 boss 哇？那你 boss 现代？哎 ，boss 天才。嗨嗨 ，nice nice 天才。哇！